各位亲爱的评委先生女士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卓俊宏，这是我的爸爸卓启宗，我们是来自 PCF Sparkle Toy 五级八都东部大牌271的左耳兵团 A08。 现在让我们为你们呈现爸爸是什么。爸爸是保姆，妈妈没空时，爸爸像妈妈在我身边照顾我。爸爸是司机，他开车的技术可棒了，他经常带我出去玩。爸爸，呜，俊宏上车，我来了，爸爸。爸爸，滴答答滴答答，我会吹喇叭，俊宏也出来走走走，超人爸爸开汽车，嘟嘟嘟嘟，这样开开那样开开，啦啦啦。俊宏，我们到了，谢谢爸爸。蹦，爸爸是老师，他经常讲故事给我听。啊？啊！对了，来了。听说今天兔妈妈不在，那今晚可有小兔子肉可吃了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让我想想其他的办法。大野狼在哪里？大野狼在哪里？我好害怕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就开就开，我就开，妈妈回来了，快点把门开。我的爸爸变成小白兔了，我的爸爸好可爱呀。虽然我的爸爸在别人的眼里是因为很普通的人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会时刻陪伴在我身边。爸爸，你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超级英雄。有爸爸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爸爸，我爱你。俊宏，我爱你。谢谢。